新概念来自 Bio Up Natural Beauty 的根源强健丰盈洗发精，唤醒秀发的一个潜能，激发发力无限。是的，没错，我们的头发也是非常的重要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这独家的一个专利配方，让我们四重呵护。首先 Number One， 哇，来自于日本的专利，妞时期的育发科技以及鸡尾酒养护配方，再加上茶树精油以及日本的蚕丝蛋白。 可不可以感觉得到你的头发已经充满了滋润感了呢？是的，所以呢，这瓶洗发液呢，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平衡头皮的油脂，保湿止痒去角质，也可以舒缓头皮以及强化发根。是的，没错，最主要的是还可以沉浸式的一个香氛之旅哦。因为里头哈使用的这一些味道呢，有没有看得到非常的讲究？还有一个洗发巾，还可以有前调、中调跟后调的一个香。 分支条，是的，你看今天给大家超值一加二的一个套组哦，买一瓶送两瓶，非常的划算，而且每一瓶呢都是500 ml 那么大。是的，没错，而且在我们的 Wowshop 只收 597令吉。 之前对试驾，我们今天量力好价只需要139令吉而已哦。所以各位朋友，今天我们限量100套而已哦。刚好洗发精用完，又刚好你的发质没有那么好的话呢，今天的这一档节目你觉得要留手啦？ 我们讲说看一个人的外表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看眼睛啦，然后呢身体啦，但是我觉得讲说最引人注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亮丽飘逸又有光泽的一个 头发啦，对不对？因为呢，这真的是哈，我跟你讲，如果有非常好看的这个就头发，甚至是呢比较丰盈的头发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会更加的年轻。是的，没错。而且啊，我们每次在顾脸蛋，那顾脸蛋要用的就是 Bio Up 的一个美妆护肤产品嘛，对不对？哎，今天他真的知道我们女人需要些什么，除了这张脸蛋要顾之余，其实我们还有第二张脸，那就是我们的头皮。所以今天的这个洗发巾是 非常注重于怎样去滋养我们的头皮，头皮生出来的一个头发，让我们的头发也可以非常的乌黑亮丽湿润。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就是在马来西亚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很多时候呢，头皮的问题非常多。真的，这个头皮屑啦、皮啦，甚至洗了头过后会看到那个出水孔那边哈，一堆头发，对不对？好可怕。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洗发精到底好用在哪里？可以帮助到我们什么呢？ 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我们东森购物台的永兴，Hello。 马来西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欣。那当然，佳琪跟欣欣你们也好，在今天这一档呢，我觉得要先特别讲一件事情是呢，其实，在台湾我们这瓶洗发精非常热销，但是我们都是推荐250ml的。那今天呢，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唯独只有马来西亚 Wowshop 才有500ml的大帽数。那当然，这一瓶呢，第一个比永欣的脸还要大。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呢，它真的非常好洗之外呢，我们以前在洗头发追求是。 我要洗得干净，我要洗的呢没有味道。但是我觉得 Bio Up 啊，当初在研发这瓶是不一样原因，是因为不只要让你洗得干净，重点是要让你洗出有你的针对头皮会痒的、会红的，是很多有臭味的，很多什么呢？开始呢，你会发现会稀疏的头发，容易断的，有头皮屑的状况。那当然里面用到非常多种的天然植萃成分，这是我们 Bio Up 独家研发的。第一个呢，来自我们独特的三牌皮，可以针对我们所有的 毛发的一个所谓的头皮给它一个活力之外呢，针对梗对现在正在红跟痒跟肿的部分来做舒缓。那当然，枇杷叶部分呢，可以帮你针对你的发根来做滋养，所以可以帮助你的头发多补充营养之外呢，可以让它变得更茂密。那当然呢，在这个所谓的强固护发的部分，是因为呢，它会给我们发根的毛乳头非常多的一个所谓营养的养分。所以很多人说，哎，永兴，我现在发现我天生头脑是细软。
软的，甚至呢，我好像会断裂的，只要使用它就能够帮你有效的帮你强健，就有助于呢帮你达到这种改善头皮的粗壮度。那当然也包含我们的八重因，针对什么我们头皮跟脸皮一样重要，甚至呢我们可以帮你激活你头皮里面的第十七型的胶原蛋白，让你直接到达你的所谓的基底的地方，针对你所有毛绒的地方跟毛乳头的地方，还有毛母细胞的地方，帮你全面性的逆龄，帮你抵抗老化。那但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其实这一瓶 Bio Up 的所谓的一个养发滋润丰盈的洗发精，它比较特别，是因为呢它不含任何的细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它颜色是清澈透明的。那但第二件事情是呢，我们制作高倍的浓缩，所以呢像我现在长头发只要压两下就好了，它是非常非常浓缩，非常非常精准的。你只要手一点点，不管是男生的油头，或是爸爸的落发，或是妈妈的细软发，或是很多人呢会种大量流汗的，或有油臭味的，它可以帮你达到淡淡的清香，甚至到6到8小时维持的发香，你就不用再使用发香水了。那但在另外一件事情，它在台湾其实非常的热销。那当我们现在目前在全台湾全部都是缺货的。那当我们知道在台湾呢，其实我们得到台湾的百人热销的原因是，每个人使用呢，第一个百人体验95%好评，就洗完呢不止更干净，你会觉得头皮是松的，你会觉得头皮是会呼吸的。那当然第二个，针对很多人洗完之后呢，不会让你头发纠结，非常柔顺之外呢，也会针对我们有这种护发的功效。那当然呢，针对我们洗完发现质地非常满意，浓缩度之外呢，我们的产品满意度包含什么呢？你只用使用它，你等同用了所谓的我们的洗发精，用了所谓的丰盈的一个商品之外呢，也等同用了护发素，也等同用了发香水，跟帮你头发强健的一个滋养的一个配方。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一档再跟大家报告一次吼，只有在马来西亚才有250ml，还有500ml，台湾之前我们都是推荐250ml，今天马来西亚 Wowshop 直接升级500ml的限定版，现在全台湾缺货，仅限大马地区才有。哇，真的是太棒了，有没有？只有在马来西亚才可以买得到哈，而且最棒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洗发液，除了是本身自己用的话，你才会体验到那个感觉之外呢，最重要是什么？美发专家的一个认证，对不对？今天呢就请来了 Victor， 你好。当然呢，就是要请 Victor 哈，帮助我们这个就是小姐姐来洗用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丰盈洗发水来洗一洗头，然后来感受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好用到底在哪里。那如果是小姐姐这么长的一个头发的话，通常要多少泵才可以就是让它洗得干净？基本上如果一般长发的话呢，我会建议2到3泵啊，如果太长的话，可是我会建议当你要洗头的时候是慢慢适量的去增加，而不是一次过就挤太多。哦，好，那我们可以马上开始好不好？就是呢从这里挤出来，然后呢再让我们的这个 Victor 呢慢慢的这样子放到我们的小姐姐的头上哈。因为小姐姐的头哈其实呢也是比较细软这样子的一个发质，对不 对？所以呢很多时候呢通常这样子细软的发质的话，它会面对怎样的一个问题？通常如果细软的头发呢，它会比较容易呈现打结的状况。哦，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很容易会断裂啊。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哈，女生对不对？对，头发多哈，它的好处哈就是看起来会比较容易打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头发哈是少的话，然后又比较细软的话，那你就要很小心了，因为呢头发是很容易端，然后很多时候呢会看起来更少。是的。所以今天洗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东西吗？所以如果每一次当你们要洗头发的时候呢，除了你要挤出适量的那个洗发精，然后一开始你要先把你的洗发精还有水分把它吸开，不要一次过就把它抹在你的头皮上。就是你要先放在手上，先把它吸开，对，然后呢才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头发。哎，但是我发现什么呢？Victor，你可以看到讲说，其实我们的这个洗发液哈，它一下子就有很多泡泡出来。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对不对？是的，那就是代表它的成分没有那个
化学成分太高啊、所以呢，你看一下哈，当你的这一个就是泡泡多的时候，当然它也可以非常好的、顺利的把我们这个头发上面的一些肮脏的东西给洗走啦。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让小姐姐在洗头的同时，我们呢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买一送二的一个大优惠，而且呢是每一瓶都是大瓶的500ml， 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价钱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哈。是的，没错，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套组哦，再一次强调买一送二，而且只有在我们的马来西亚才有那么大一瓶哦，台湾只有250ml， 也就是 baby 的那个 size， 但是现在我们有的是正装，也就是大瓶500ml 的，所以呢，我们女生长发的话呢，绝对是需要呢500ml 一瓶的，而且哪有人做生意是买一送二的？真的，只有 Bio Up Natural Beauty 台湾。跟我们马来西亚强强连线，我们才可以带给你如此大的一个好优惠。再看一次哦，在台湾的话呢，折合1980等同于是296令吉93线，乘以三就是890令吉。这一个洗发精为什么可以卖得那么贵？那就是因为它里面的一个成分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好以及浓稠的，而且只有是那种 VIP 高等级的那种 salon 才会去使用的。是的。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哦，只卖你139令吉，也就是说你瞬间一个 click 你就节省了751令吉90仙。但是我们今天存货非常的有限，100套而已，所以这幸运的100位朋友，我跟你说，光是闻它的这个味道很香很香，我要跟大家讲，很像那种高级的发廊里面洗头出来，整个头松松，然后真的它的留香很长哦。然后你去逛街，又或者是你走在人群当中，我跟你说，很多人会慕名的这样子回头再看你一眼，真的，那就是你的发丝留香。所以各位朋友又可以滋养我们的头皮，还可以滋润我们的发丝，还有那么棒的一个味道的话，139令吉买一送二，你绝对不能错过，扫一下我们的 QR Code 上网抢购吧。强势推荐的护发新概念，来自我们 Bio Up Natural Beauty 的根源强健丰盈洗发精，来唤醒我们秀发的潜能吧，激发我们发力无限。是的，走过路过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有的是独家专利配方，有四重的一个呵护哦。首先 number one， 那就是跟我们的日本的这个头皮还有头发的专家有的那一个专利。那除此之余呢，有助于改善呢我们平衡的一个油脂，是保湿、止痒、去角质、舒缓头皮、强化发根。是的，不要忘记的是什么？还有沉浸式的香氛之旅哦！你用我们的这个洗发精，就好像在用我们香精一样，因为它有前调的小苍兰啦，还有我们的这个茉莉和橘子啦，中调有我们的玫瑰、木兰以及白蜜桃的一个味道，后调呢，它是一个白雪松、麝香以及琥珀的味道，非常的芳香。真的，哪有洗发精那么的讲究香氛这一块呢？而且香氛是不便宜的哦。今天带给大家是超值一加二的套组，根源强健丰盈洗发精，而且分别都是500ml 大支的哦，赶紧扫一下 QR Code 上网抢购，记得只需要139令吉而已。是买一送二的一个大优惠，你千万不能错过哈！所以呢，可以直接 scan 我们的 QR code 上网抢购的话，更加快速和划算。这讲到洗头发这个东西呢，马来西亚的所有美眉们，相信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因为很热，对不对？热的时候呢，这个头呢会比较闷一点，闷的时候会怎样呢？就会有那种臭臭的味道，对，很容易出油。那
然后和那种头皮屑的一个问题啦，甚至是什么呢？有分这个干性的头皮屑跟油性的头皮屑。油性的头皮屑我自己是经常在面对哦，就是呢，你手和往你的这个头上一刮的时候，它是有白白油油的东西下来的，这个很难解决。它不是哦，它是不是飘？它是好像黏黏这样子的。是没错，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重点是哦，我们今天带给你139令吉哦，非常非常的一个好的价格。你在外面你要买到这样等级的一个洗发精，里面又有我们的日本专利啦，然后呢又有我们的这个鸡尾酒的这个养护配方的话呢，基本上呢是它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而且呢，我自己是觉得说什么呢？你今天可以看到哈，我们一喷出来，然后呢你需要在手上先帮它化开，加一点点水，才放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面呢，慢慢的按摩，慢慢的洗。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个呢，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泡泡是非常的丰盈的，它可以帮助什么呢？首先帮助我们清掉我们这个发根上面肮脏东西，再来深入到我们的发丝以及我们头皮的毛囊里头，把那些肮脏东西通通给洗掉。是的，没错。OK，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其实我们的发丝就像我们的树叶。然后呢，土壤就是我们的头皮，我们一定要很健康的一个土壤，是才可以种出很美，然后呢丰盛的这一棵树草原。对，所以各位朋友，我们要先育发丝，就要先育我们的头皮。是的，所以呢，头皮的保健好，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们的 Bio Up 呢，它除了帮助我们呢，就是在清理发丝，让它不容易断裂之余呢，其实它也是帮助我们呢，在清理我们的毛囊，让我们的毛囊更加的健康，所以呢，它才会更丰盈的长出我们的这个头发啦。然后呢，可以让我们的头发更加强健。因为呢，我知道说马来西亚的女子呢，可能很多时候都在面对讲说，哎，头发很容易断裂啦，甚至是很多时候呢，头皮会有痒，然后红。肿的一个问题，我之前呢就真的是很可怕哈，有的时候哦，你知道老公啊不是会去秀你的头吗？对，啊去秀我的头的时候，枕边人，哎呦这么这样子，这么这样的味道了。而且我跟你说，当你的发丝啊很香的时候哈，你的老公是不经意一直会紧贴着你的。是，而且我自己是觉得说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忽略的，因为我们可能讲说会照顾脸啦，会照顾身材啦，但是头发跟头皮这一块呢，通常我们都不会再去理，对不对？你甚至是随便买一套这个可能说开价的洗发水，对。但是开价的洗发水，我跟你讲，首先洗不干净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你用热水来洗头的话，然后洗干净了过后啊，还是觉得有那个油油的味道。是的，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洗发水哈，其实它没有很通透的帮你洗干净。没错，它只是帮你带过洗过而已，但是没有做到可以顺道滋润我们的这个头皮跟发。的，所以各位朋友，今天本来一瓶就需要呢139令吉的，但是今天 Bio Up 在我们的 Wowshop 强强合作，还有东森购物台那里给过来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买一再送二，只需要139令吉而已哦。现在电话已经开始出现占线的一个问题，而且很多人很聪明，都是两次买下去的。对对对，谢谢你们的支持，赶紧扫一下我们的 QR Code 上网抢购喽。来自 Bio Up Natural Beauty 的根源强健丰盈洗发精，来唤醒秀发的潜能，激发我们的发力无限。是的，没错，发丝跟头皮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特别严选了独家的一个专利配方，带给你的是四重的呵护，像是 Neo 17的一个育发科技哦，还有鸡尾酒的养护配方，茶树精油，日本的蚕丝蛋白，听起来就觉得我们的发丝跟头皮好滋养。是的，所以呢，如果呢你的头发或者头皮有很多问题的话，我们这一瓶 Bio Up 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头皮的平衡油脂，然后呢可以帮助你保湿止痒去角质，以及呢舒缓头皮强化发根，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对不
对？而且我们额外再加上香氛，在外头市场上有香氛的这一个洗发精的药价都特别的昂贵，尤其是又有前调啊，是的，中调啊，还有后调，它是有层次感的香氛。我敢担保，回去你洗头过，你会觉得讲说进去一趟高级沙龙出来的感觉。最重要是什么？今天超值一加二的套组，通常都是买二送一，对不对？今天我们倒反过来，买一送二，而且每一瓶都是500ml。是的，不用590千令吉，今天量力好康价，只需要139令吉。但是 everybody 请注意，我们今天只限量100套而已，所以呢，手前面的100位朋友，你绝对可以获得我们的好康。电话已经开始出现很在线的一个问题，赶紧扫一下我们的 QR code 上网直接抢购吧。我们讲到哈，维护头发的一个量力，现在28套已经卖出去了，谢谢大家，只剩下最后的72套而已，大家真的要把握机会哈。是，刚才我们就请呢 Victor 呢，就是让他在我们的小姐姐上面这样子来洗头嘛。我们先来问一下 Victor 好了，就是你自己用这个，因为你是来自这种美发廊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知道讲说也有接触过很多不同品牌的这个洗发精，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洗发精跟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刚刚我在使用的时候，我是觉得它的那个洗发精的那个质感是非常的好，而且它当它用水擦一起吸开的时候是特别容易的。对，有一些真的是很难，对不对？是，对对对，就是你要化开的时候比较难一点，很难，而且这个很容易。要问一下，因为你接触的这个头皮跟头发应该是上千上万颗了，大家在马来西亚的通病到底是什么？通常在马来西亚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头皮比较容易出油，然后我们的头发也比较容易干燥，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洗发精是非常的重要。真的，只要我们头皮油出油的时候呢，其实就会有很多引发很像掉发的问题啊，又或者是哈我们的毛囊阻塞的话哈，真的，那一个头发也很难呢，就是生出来，又或者是生出来的时候是幼幼的，幼幼的话又很容易又再断掉了。我想要知道的就是哈，其实如果讲说毛囊阻塞啊，或者是我们头皮比较油的话，后面衍生的问题是怎样的一个？如果头皮太油，它阻塞了我们的毛囊，它不但会使到我们的头发会开始脱落，再来就是会有头皮屑啊，或者是头皮会出现比较难控制的油啊，或者是敏感，都是会出现的。很多时候哈，我很怕去那个就是 salon 洗头是什么呢？因为是我自己的问题啦，因为头皮比较敏感，所以哦，它只要一搓的时候，整个头皮会好像拉扯痛，这个也是通病，对不对？对对对对。好，所以呢，你看一下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一个就是 Bio Up 的丰盈洗发水呢，基本上哈，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专利哈，所以呢，可以称得上是我们这个呢洗发界的一个呢非常棒的一个传奇哦。是的，没错，有四重的一个呵护哦。首先 ，Number 1可以强韧我们的秀发，让我们的这个发根的一个部分哈，可以紧紧的抓着我们的头发的时候，而且顺道呢还可以养护滋润我们的这个头皮哦。然后最主要的是里面有没有看得到 silicon free， 就是呢无吸油配方。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吸油用太多的话呢，其实也会呢导致我们的这个头皮啊特别的一个敏感，又或者是仰赖性比较高。那我们额外换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是带给你的是日本的一个独家的 NEO 时期的一个育发技术。那这个育发技术呢，就是通过我们日本头皮还有发丝的专家研究出来的，它的这个根源可以更加的一个抗老，而可以强韧丰盈我们的这一个毛发。再来，我们小时候啊，呱呱落地的时候，妈妈不是很喜欢用那个酒啊去洗我们的头吗？是。那专利的鸡尾酒养护配方有用的，因为可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的头皮，还可以维护我们头皮的一个健康。还有茶树精油，大家都知道茶树精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头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它非常的温和跟净化，还可以帮助我们平衡油脂的一个分泌。那我们照顾好我们的头皮之后，我们就来照顾好我们的发丝。日本专利的蚕丝蛋白也就是 collagen，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头发每一天都有蛋白质的输入，
所以我们的发丝可以更加的一个强韧，而且不容易断裂。36套已经卖出去了，谢谢大家，只剩下最后64套而已哈。是，所以你看到吗？星星刚才讲的，除了帮助我们维护我们的这个头皮之外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呢，就是维护这个发丝的一个干净和清洁哈。很多时候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洗发水，是不是一就是只能洗头皮？对。二就是只能洗头发，要分开两个。对，要分开两个。而且哈，如果要护到头皮的洗发精，是特别干的，会弄到我们的发丝很容易断裂，对不对？对对对。嗯，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直接呢放在里头一瓶呢，可以达到双重的功效。而且呢，我们知道讲说什么呢？是500 ml。这个呢是台湾没有的一个大型的洗发水来的，是的，没错，很大一瓶啊，像永兴刚说的，比他的脸还大。来，我试一下，是不是？哎，真的，比我的脸还要大，跟星星的脸一样的大小。Oh my god， 这样子看下去真的很大瓶，500 ml。我们挤出来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质地是非常浓稠的，所以基本上长发的朋友2个泵就够了。那你家里的老公、男朋友的话，基本上他们。用了1个泵也就够了的哈。是的，因为男生短发嘛，就不需要用这么多。像我是长发的话呢，2泵到3泵呢都已经是够了。而且你看到吗？其实它不是很稀的那种感觉，它还是呢比较浓稠状的。但是呢，我们 Victor 刚刚也有讲，它虽然浓稠，可是它很容易化开。对，很容易。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真的很香，对不对？你看到 Victor 也是讲很香，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呢是3瓶都是500 ml 哈，因为买一送二，可能你会讲说哈，另外2个2是不是比较小瓶一点 ？No， 我们直接呢都是同 size 500 ml 3瓶139，让你带回去。但是今天也只有100个朋友呢可以赢到，或者是讲说可以把我们这一个套组给带回去的。是的，没错，而且最主要的是呢，我们永兴姐姐又有话要跟我们说了。Hello， 永兴。好，我跟你讲，今天一定要特别讲，真的只有100套哦，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只有推荐250模，但我们今天在所有呢 Wowshop 直接升级500模，赚还是3瓶带回去。那当然我觉得说今天很优惠，比脸还大之外呢，我觉得其实我们每天都要洗头，但是每天在洗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要求是单纯洗干净，而是我们尽量帮你的头皮给它养分，让它能够茂密之外呢，针对可能对夏天的问题，比如说呢，男生常常小朋友吼，可能国高中生会打球会运动的，常常头皮很臭很痒的时候呢，或是很多男生会戴帽子的，或是很多男生呢大量出游的戴安全帽的，到头皮上有非常多这种红肿啊，这种所谓的头皮屑的部分啊，甚至呢头皮非常非常多的细菌的部分，非常多油的部分，你只要洗一次就有助于帮助于明显改善这些状况。那当然对于女生我来讲，为什么有些我这么爱用，原因则是因为呢，其实我以前发量是稍微比较少一点的，跟比较细软一点的，那当然呢，我就发现了，这次我就洗过好多洗发精，我买过一瓶呢，大概将近呢马币呢800-900块的，到马币1000多块洗发精我都买过。但是第一个，你要洗去营养就会太干涩，要不然就洗完呢发丝会纠结，要不然就是那个味道闻起来真的很难闻。但是这一瓶Bubble就最棒的原因是，第一个它里面用的呢来自于呢全部天然草本配方之外呢，我们在洗头的时候，在夏天大概1天洗2次，没事。洗头，我们经由这种微米型的泡沫，把所有的天然草本成分，针对我们的毛囊，针对我们的头皮，针对我们的发根，来去做修复跟滋养的效果，帮你全部呢穿透你该到的位置之外呢，每天只要透过洗头的方式，就直接帮你滋养。所以像我自己洗的效果是呢，发现洗完之后真的我没有改变任何的生活方式，我只是把我的洗发精换成 Buff， 我发现第一个我头发变得非常茂密，第二件事我头发变得非常强韧。不会断之外，第三件事我发质变得更好，然后再我也发现天哪，真的，因为我们其实夏天都会出游，但我发现奇怪，为什么喜欢 Bubble？ 我从早上呢7点出门工作，到晚上9点回家，我的头发居然还是香的。但是我再提醒我马来西亚的会员朋友哈，然后再来呢，佳琪跟星星今天不能再凹数量了，因为我们确定在台湾目前只有250模是全部卖完的，但是呢，今天只有在马来西亚我们首卖全。马首卖升等500ml给大家，比脸还要大，全家大小都可以做使用，不含任何化学的一个部分，希望大家赶快抢购。啦，
你看永兴又一直在强调，真的只有100道而已。不要再为难永兴了，真的真的，因为吼，我觉得讲说永兴什么呢？哎，他也很羡慕我们今天这边呢是有500 ml 的哈，因为在台湾根本就找不到，而且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现在只剩下最后的44套而已，是一般的货源已经卖光光了哈。没错，而且电话真的非常非常正线当中，为什么才139令吉，在外头市场上你绝对找不到这样质量的一个洗发精，在台湾的市场1980折合回来是890令吉的一个套组，今天真的只需要139令吉而已。所以我们看得到很多的朋友都是两套两套买下去的，各位朋友你瞬间节省了751令吉，赶紧扫一下我们的 QR code 上网抢购吧。是推荐酷发新概念，来自 Bio Up Natural Beauty 的根源强健丰盈洗发精，唤醒我们秀发的潜能，激发发力无限。是的，要有一头美丽乌黑的一个秀发的话呢，你一定要先把你的头皮也滋养好。我们带给你的是独家专利配方，有四重的一个呵护哦。首先有的就是来自日本的一个专利 NEO17 的一个育发科技，它很厉害，还有鸡尾酒的一个养护配方，再来茶树精油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头皮啊非常的卡明舒服，有冰冰凉凉的一个感觉。至于哎发丝，我们也加入了一个日本蚕丝蛋白，让我们的发丝可以更加的强韧。是的，保湿之余又可以让它更加的顺滑，帮助我们改善头皮的一个油脂，然后呢保湿止痒去角质，以及舒缓我们的头皮，强化我们的发根。是的没错，最主要的是我们还有呢香氛在里头，味道其实也是一个很疗愈的，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就是蜜态。对呀、啊、如果在洗澡的时候喂这个香氛可以充斥整个洗澡间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放松心情，洗完了之后哎你的发丝又留香的话，你真的经过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会回头再望你一眼。真的，今天给大家 Bio Up 的超值1+2套子，买一送二，你敢相信吗？而且呢，送给大家的都是500 ml， 等同于讲说3支有1500 ml 让你带回家。是的，没错，最主要的是价格，价格，价格，我们今天限量100套而已哦，现在已经剩下不到一半的一个货源了。为什么？597令吉的一个市价，但是今天直接下杀到139令吉，买一送二，一共是1500 ml， 只需要139令吉，扫一下 QR code 上网抢购。赶紧扫一扫 QR code 上网抢购的话更加快速。我们现在给大家的这个呢是500 ml， 你买一瓶送给大家多2瓶500 ml， 1500 ml 的这个洗发精，超划算，直接让你带回去。而且是什么呢？今天这个洗发精呢，它呢是双重功效合一的。对，它除了维护我们的这个头皮的健康之外，它也可以呢让我们这个头发呢达到非常丰盈以及滑顺的效果。是的没错，谁不想要拥有一头乌黑亮丽又有光泽的头发？还有什么，就是那头发要有弹一下弹一下弄啊，对啊，就是 很有弹性，有那一个波溜吧，蓬松度。我跟你说不是天生的，这个也要靠我们的后期去滋养我们的发丝。是的，所以你看一下哈，今天呢我觉得讲说好处在哪里，就是它呢可以帮助我们呢直接呢让我们的这个洗发的体验提升一层楼。第二是什么呢？今天它双重功效。第三是什么呢？今天的这个价格你是绝对没有办法哈，就是抗拒的，因为呢我们给大家的是买一送二，买一送二的话1500 ml 让你带回去，只需要是什么呢？只需要就是139令吉而已。而且不要忘记的是什么呢？今天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洗的时候，对不对，它呢有很多泡泡，
它这个泡沫呢，可以除了帮助我们带走呢，就是头发当中那些肮脏的东西之外呢，同时间也是让我们的头皮再得到滋养的。是的，没错，而且最主要的是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头皮，再滋润我们的这个发丝。而且我跟你说，现在啊，我只闻得到阵阵的香味。哇！我跟你说，你完全可以明白什么意思，因为呢，我前几天啊，我就去 shopping mall， 然后突然间有人呢就是拍我的肩膀，啊、就问我说：“哎、欸，小姐，可以请问你一下吗？”我说什么？我以为他要给我拿电话号码，他说。你的头发的那一个香气很香哦，你的这一个洗发精你是用哪家的品牌的？哈，真的、啊？所以各位朋友，这个真的是我没有在夸张。哎、欸，这样你是伤心还是开心啊？哈，你是什么呢？伤心的话呢，就讲说他没有跟你拿电话号码，但是开心的是什么？他竟然是嗅到你这个。头发的一个香味来过来问你讲说，哎，你是用什么洗发精的？对呀、啊，所以是讲什么用对了啊，这个洗发精。没错，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真的，你整个人啊，好像你走到哪里呀、啊，你的周围都有玫瑰花，都有蝴蝶一直跟着你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是什么呢？它的留香的这个时间也非常长，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马来西亚比较热嘛。热了的话，是不是你那个头皮不是会出汗呢、啊？对，很多时候哈，它可以盖过那个味道，你懂吗？对，而且呢，它是维持我们这个头发的一个清爽。什么？96套售出了，只剩下最后的4套而已。各位观众朋友，怎么可能？我们马来西亚那么多人都在收看着我们电视节目，这四套应该很快就抢完了吧？这是肯定的，所以呢，我也很怕讲说，哎，我们最后的100套我自己还没有卖完了，我自己还没有买到嘞。哎，现在还有一点时间，还有10分钟哎，这样接下来10分钟的话，那些观众朋友怎么办哈？怎么办？我们真的又要再为难我们的永兴了。永兴，永兴，导播可以帮我们连线一下永兴那里吗？这个100套真的是瞬间就卖光光了，怎么办哈？可以帮我们问一问嘛？永兴，永兴，哦，他在接电话嘞。对呀，你现在只有250ml吗？不行啦，我们马来西亚要500ml啦，250ml不行啦，这样子我觉得。不好，因为前面的会员朋友买到都500ml，然后你现在如果只给250的话，那拜托你500ml就给我一些嘛，好不好？我们就把500ml给 Wowshop 的会员朋友，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次做首卖，我觉得不要让大家失望啦。你再帮我调一下好不好？哦，所以你那边还有一点量，那你可以再给我们几个数量。五十个名额，所以那边还剩150。等一下，你要把马来西亚就是贵妇跟 VIP 还有艺人朋友先预定的先让出来吗？哦天哪，谢谢谢总，所以可以50套确定500ml50套，不是250，是500ml50套哦。好 ，OK OK， 谢谢谢总，谢谢。哎，佳琪。我跟你讲，其实刚刚呢，我们制作跟我讲说，你们那边已经要卖完了，因为我刚才看到数量下降得很快。那因为我跟马来西亚问解释一下，是因为我刚刚打给我们的谢总，那但目前呢，货量都在他手上。那原本我调到只能调250ml的，但刚刚谢总沟通一下，他说没关系，他今天把马来西亚贵妇跟马来西亚很多明星艺人所留下来预定下 VVIP 的500ml。今天我们把全部的数量，我们优先提先给 Wowshop， 现在，所以我们再加码50套哦，50套这是最后了，要不然这就没有了。谢谢永兴，每一次麻烦永兴，你赶紧来马来西亚，我们要请你吃大餐。而且哈，要谢谢永兴，也要对不起我们马来西亚的贵妇艺人朋友，还有我的，我宁愿把我预定的那一些先让出来给你们，对不起，因为我真的想让你们的这个发丝可以像星星跟佳琪一样，哎，我们这那么的丰盈，我跟你说，哎，我们哈真的是哈，我们两个啦，我们的发量真的是在我们的电视台里面是赫赫有名的，看到没有？就我讲说哈，很多时候啊，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很好，尤其是什么呢？你今天呢，就是可以哈，让我们的这个头发干净。
弹跳之余呢，其实你可以感觉到你这个头皮是健康的，对，不会有那种痒的感觉，也不会有那种敏感泛红的感觉。是的，没错。而且除了呢，可以呢滋养好我们的这个头皮，只要你的头皮好够肥沃的话，就像土壤一样，可以孕育出非常茂盛的一棵树。树叶子就代表是我们的发丝，所以各位朋友，你想要你的发丝跟星星跟佳琪一样那么的蓬松吗？那么的发量大吗？你一定要跟着我们，就是使用我们 Bio-Up 今天的一个洗发精。而且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闻到很香的味道 ，Victor 对不对？超香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的 Mister， 看他脸上自信的一个笑容，你就会知道他多么的满意我们今天的这个洗发精带给他的效果。好亮啊！他的头发好滑啊，有没有？对呀。天哪！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洗后的感觉？就是自从使用 Bio Up， 真的是。头发也不断裂了，头皮也是没有了，就是没有痒痒的感觉嘛，对不对？那洗出来的这个效果，有没有看过你的头发哦？可以那么的直，那么的有光泽感。对啊，这么光滑，真的很开心。忍不住一直这样子摸了。那对于这个味道呢，你还喜欢吗？很喜欢，对。很香的味道，很香，对不对？它不会说非常的刺鼻，不会很强，对对。但是它就是隐隐约约，你真的可以感觉到。有玫瑰花，有蝴蝶在我们的周围围绕着的一个感觉，所以啊，不管是女人也好，甚至是男人都好，我们都情不自禁想要凑近一点点去闻一下他的这个发那个头发的一个味道。那 Miss Jer， 我们可以请你慢慢缓缓的站起来，站起来，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转到背面，就是你还有你后面的这一个头发，来，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哇，哎，好顺滑，要留到那么长的一个头发哦，然后呢，发丝发尾又要那么健康，其实很难，对不对 ，Victor？ 嗯，真的。对啊，那要怎样呢？可以这样子保护好、养好我们的发丝呢？选对一个好的品质的洗发精是非常的重要，它不单只可以达到洁净的那个效果，还有护发的效果。是的，没错，看到吗？有端用端用的一个感觉，而且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有光泽度。这乌黑亮丽的秀发真的是哈，大家都羡慕不来的。但是只要说你用对洗发精的话呢，你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最重要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它的发根都是非常的健康的，没有任何的白点，也没有讲断裂啦、开叉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对呀。而且看得出就是不是那种很干燥的感觉。对。当然，各位朋友，我们这一个呢，谢谢 Mister， 我们的这个洗发精哈，不是仙丹灵药，不是说你洗了一次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它是长期在使用我们 Bio Up 的一个洗发精，所以你才可以看得到，把头皮先养好了之后，我们的发丝自然而然可以非常健康蓬勃的成长。是的， okay？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呢，大家可能有的一个情况在于讲说，头发呢非常的干燥，所以呢你就会变成很毛躁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当你干燥的时候，刚才 Victor 也讲了，它下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你的发根很容易断裂。这样子的时候哦，你只有把它剪掉，让它重新呢健康的长出来，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洗发精的一个维护就变成很重要，很重要了。是的，没错。而且今天的投资139令吉，基本上我们出去外面做一个 treatment 啊，哦，对，头发贵，我们要做 treatment， 是喽。但是肯定不止139令吉，对呀，啊。所以你就把它当成是我每天在洗头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 treatment， 我在滋养我的发丝。是的，最重要是什么呢？今天你是139令吉呢，买到三大瓶，因为我们是买一送二，对，每一瓶呢都是500ml 哈。所以呢，这个是让永兴非常非常羡慕的，对不对，永兴？对，那我还是跟马来西亚惠民真的讲清楚，因为今天是马来西亚首卖，所以呢，我觉得呢，台湾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推荐是250ml。你知道我多少台湾的朋友说我要飞去马来西亚做订购，然后只有今天呢，我们是500ml给大家三瓶，就跟大家报告，大概500ml，以我刚的头发的长度哈，我到腰，我大概可以用3个半月。那如果是男生呢，男生如果说是呢短发的话，大概用半年的时间。然后再另外一件事情，我跟大家报告，他洗完会什么呢？非常强了，你看。
我发丝是非常强韧的。好，所以你只要发现第一个，我们要针对头发的强韧度，要针对我们的茂密度，还有我们的发香的部分，请你不要错过。好，但不好意思，最后的数量不能再加量哦，没有办法加量哦。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各位朋友，这代表些什么？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我们 shampoo 也就是洗发精的话，你们动作一定要快啊！再一次非常感谢我们的永兴，谢谢。各位朋友，永兴那么极力的帮我们，在要求到最后的一个五十赛，你们的速度真的像手刀似的，快一点去把它下单抢购。真的，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呢是买一送二的一个大优惠哈，真的只有150套而已。是的，今天如果想要达到发丝非常的丰盈，看到了吗？这种的感觉。对。然后呢，你知道讲说呢，除了我们的发丝非常的丰盈之外呢，对，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这样子一抿的时候，有很香很香的那种发香在那边哦，这个真的愉悦感很强很强，女生都爱嘛，对不对？再一次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前几天我不是去 shopping mall， 我逛街的时候去买东西，有人就这样子。这样子从后面拍我的肩膀，我想说，谁认识我吗？他说，小姐，请问你的那一个洗发精是用哪个品牌的？他讲很香，你经过我的时候就让我一定要问一下你，然后又看到你的这个头发那么的一个蓬松，然后丰盈，他真的很想要知道我用的是什么洗发精，是不是？我就直接把我们今天的链接贴上去给他了。所以各位朋友，139令吉，我们除了可以滋养我们的发丝跟头皮之余，其实我们也顺道在做到 treatment 的一个效果。所以你看，现在可以做到 treatment 的效果，类似这样子等级的洗发精哈，通常1瓶300ml 109令吉，是280ml 的话也要159令吉，400ml 的话呢就更贵了，179令吉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的量怎样都好，都是多过他们的500ml， 而且再送给你多两瓶，等同于讲说3瓶1500ml， 只需要139令吉而已。是的，没错。现在你先用你的手指去搓一下你的头皮，然后拿来闻一下，是不是有一个恶臭味，或者是油油的味道？对，这不是你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生长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天气特别炎热，所以头皮特别容易出油。Oh my god！ 我们现在只剩下最后的12套而已，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哈，要把握时间 ，scan scan 我们的 QR code 上网抢购的话呢，可以更快速的抢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套组。是的，所以再一次强调，想要拥有一头乌黑亮丽又有光泽的一个秀发的话呢，我们先滋养好我们的这个头皮，今天绝对是1+1=2的一个效果，139令吉绝对值得你投资。但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套，所以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哈，扫一下我们的 QR code 上网抢购啊。是的，不要忘记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这个套组500ml 在台湾是找不到的，因为台湾是一半的，250ml 而已。所以马来西亚的朋友们赶紧抢完它，因为刚才我们把贵妇还有save 给那个艺人的朋友的量也拿出来给我们了。是的，真的是台湾那里给足了我们很支持哈，很大的一个支持、谢谢谢谢。所以呢，你们也不要着急哈，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继续上到我们的网站 wowshop.com 来抢购了，天天精彩，天天 wow。